没吃饭的快来打饭了。老师，打饭啊！别着急，今天打饭呀有一个新规定。什么乱七八糟的规定？每次都有规定。就是，还让不让人吃饭了？不吃就走。今天打饭呀，根据你们的视力打饭。臭臭，你先来。眼镜取了，当我傻呀？完了，臭臭瞎了。你看看你，平时叫你少玩点手机，现在眼睛都忙坏了是吧？人就这么点够谁吃呀？老师，你知道的，我是学霸，眼睛本来就近视。学霸呀，学霸就该多吃点。来，老师多给你打点。老师，你不公平啊！对呀，老师，你的原则呢？学霸面前没有原则。老师，该我了。来，上，下。左右，哎呀，上下，哼，老师啊，我再站远一点都可以看到。行，上左。老师，那是他作弊啊。我哪里作弊了？老师只说认视力，其他的没有说呀。对呀，而且人家大象还自制了八倍镜，这八倍镜还挺好看，能给老师吗？那老师，这个饭都给你，都给你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卖游戏装备了啊！卖游戏装备了啊！卖游戏装备了！卖游戏装备了啊！卖我的！卖！我的嗓子。谁让你和我抢？算了，不和你一般见识。美女，看看我的游戏装备。不错，你这怎么卖啊？小姐姐，你看看我的，我买一个还送你一个。行，都给我装起来吧。好嘞，来，给您100块，给你，下次再来啊，小姐姐。好，哈哈哈，嘿嘿，下班了，走啦。哎呀，哟，来的还挺早呀。哎，卖游戏装备了，瞧瞧看看嘞。你们这卖的都是什么呀？美女，看看我的98K 奶茶 M416 火鸡面，你有劲吗？哇，98K 奶茶 M416 火鸡面，又能吃又能玩，你这怎么卖的呀？纯手工打造，总共收你500块吧。那我买了。哎呦我去！好，给，谢谢支持啊，谢谢。你什么你啊？没有我这脑子就不要羡慕我，拜拜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哇！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我们绝地求生超市结账呀，有个新规定：刮刮乐结账，这下面藏着免单，打5折，1.5倍价格，3倍价格，20倍价格，你们抽中哪个就按哪个结账。嘿嘿，我先来，我可是幸运小公主。哦，1.5倍价格，哈、啊，幸运小公主那是我。哈哈，20倍价格，果然是幸运小公主。到我了！哇塞，大神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免单，哼，这都是小意思。今天谁先抽？大圣有一双不一样的眼睛。什么？火眼金睛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认车标打饭了啊！一个车标一勺饭。哦，大厨，赶紧打饭，我们着急回去干活呢。先别急，食堂新规定，认车标打饭，认出几个打几勺。啥？打个饭还要认车标？我们都是工人，哪懂那么多呀？臭臭，你比我们有钱，你都认不出来，我肯定不行。美丽那就是个穷鬼，更不可能了。不行，我也是按规章办事儿。那啥，大厨，我们一会儿再来。大婶，你干啥呢？走，打饭去。打啥饭呀？你认什么车标？走，我路上给你解释行吗？大厨，我们又来打饭了。行，一个车标一勺饭，这是什么？不怕，下一个。夏利，继续。
叔，我们总共认对了19个车标，那就是说19勺饭。哎呦，现在是最后一个了吧？嗯，我就不信这个你也认识。麦巴克，漂亮，20勺饭，快打吧！你们怎么可能全都认识呀、啊？要不七盆饭都端走吧？嘿嘿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出手没力，走。哎，你们这些骗子，站住！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手心手背，手心手背。哈哈，大圣，怎么每次都是你一个人一队，都是你？哦，谁让我水平好呢？既然队已经分好了，那现在我们来挑选装备。今天挑选装备，我们按身高来挑选，矮的先挑。臭臭，美丽，挑。好了，剩下的都是你的。蔡蔡老师，剩下的都是我的，剩了啥？嘿嘿，谁让你长那么高呀？我看你没有装备怎么玩？照样赢你们。游戏开始。完了，没有装备怎么办？哎，有了。嘿嘿，蔡蔡老师，今天我们这么好的装备，肯定稳赢了。总不能什么好装备都让他们有。走，给我们出去大胆的去找人。好。这把神器，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事儿。大圣厉害呀、啊，不仅能做绝地求生里面的枪，还能做王者荣耀里面的呀。大圣，你给我们玩玩呗。大圣，我行。老师要看看。不行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嗯，你们要不要来一张自制的100分试卷？老板，你这满分试卷多少钱？我有了这试卷，我回家以后再不挨打。不贵，1张10元。哎，等等，来来来，别走啊，没钱是吧？这样吧，我这里呢有一些奥特曼卡牌，你们只要认出来10张，我就给你们每人一张满分试卷，怎么样？嘿嘿，当然可以，我全都认识。加油！第一张，捷德奥特曼。嗯，下一张，戴拿奥特曼。哇！布鲁奥特曼。雷欧奥特曼。赛文奥特曼。捷德奥特曼。雷杰多奥特曼，耶耶，不错嘛。最后一张了，如果说出来，我就给你们满分试卷；说不出来，你们可要帮我干活哦。这也太多了吧？我，你不是说最后一张吗？这就是最后一张呀，巨型奥特曼卡牌，没见过吗？我操！骗子胡说，去啊，干活去、啊。谁说我不会用了？看好了，梅尔巴。摩格大蛇、戈尔赞、哎呦我去，加姆架、维克特利奥特曼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唱绝地求生歌曲，领绝地求生装备了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嘞。嗯。老板，你这是干什么的？唱绝地求生歌曲，领游戏装备。唱歌，我们在行，我们要玩。先说好啊，必须要唱够3首，不然要罚款的。没问题，我们第一首唱心如止水。肩上八公头三级头你都有，是不是你贪心想要 AW？ 江山八人头野心被我感动，现在还行，还有2首呢。当年几针偷了谁家的枪，写在最有一瞬十月寒光，如今前方空投在无人枪。他们怎么这么厉害？不行，这样下去我就赔了。这样吧，第3首我来指定，你们要是唱不出来就交罚款。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唱的吗？我只是说唱3首，没说不能指定啊。好吧好吧，第3首唱少年。你还是从前那快递员，没有一丝丝改变，你出现在我的眼前，送快递的心愿丝毫未减，眼前这个少你
你们。那这些游戏装备我们就拿走啦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